我是穿裤子，因为就往我的裤子这边是这样子要拍，吓死我了！那我看我，很惊啊！在这里，我还要等。缘分跟香水到这边，香水到这里了。因为他进来就是在讲另外，我想说他到底要什么，他也不讲，然后就是在那边看着你，看着你这样子。3205。刚好把这个导看到了。往那边吧。你不用呢，你等一下拍那个，他是没有拍到啦，他是没拍到啦，他只是相机在你，他就刚刚好在我这边，我就低头看，然后他就赶快缩走，他手机有在那边那个，对。